नम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礼敬毗湿尊阿罗汉真等真觉者，礼敬毗湿尊阿罗汉真等真觉者，礼敬毗湿尊阿罗汉真等真觉者，沙度沙度沙度。我们在今天讨论这个杂品啊 ，Pakin 那个瓦沟的哦，最后的两个寄送啊，啊，304跟305。三者在遥远的地方，乃能得见。那这个基松啊，波多那个时候啊，讲主来的原因啊，孤独长者，他有三个女孩子啊，他们的年纪啊差不多的。这个时候然后在他们的年龄到了这个结婚的时候，所以他们这个孤独长者到处都会找一些比较适合的这个男人儿子。那个时候他们听说有离收围城很远的地方大概500友军的距离所以要一个人骑马坐马车牛车的话快一个月的时间。那边的这个夫王名字叫做乌格乌格嘎哈伯蒂，那他的儿子严尼跟这个孤独长者的女儿结婚两边的家庭的状况生活风格还有这个父母的两边的家庭的背景相当好两边都有钱两边都做生意两边都很有名的人不过有一件事情不合的这就是孤独长者的家人信佛佛教徒但是五个居士的加那边的人是属于基那教的外道的所以这个不同的宗教的关系变成很大的障碍所以
孤独站着一直在拒绝这个婚礼。但是佛陀有一天跟这个孤独缠着讨论一道的时候，讨论佛法的时候提到了这个问题。那时候佛陀建议说你不用还在等两边都一切都好的话，赶快把你的女儿嫁给他。孤独缠着说，但是他们是外道，想新娘去哪找，所以我不愿意。那佛陀说，因为这个的关系，这个乌格居士跟他的家人将来会变成佛教徒，所以你把赶快这个事情做成。那这个孤独长者也听到了以后，因为我的女儿的关系把我的女儿嫁给他，他们都可以捐家人变成佛教徒，就是让这个孤独长者也是很开心欢喜结婚了。然后这个女儿回到她的丈夫的家庭以后，发现了每个月都好几百个基那教的修行人都会到他们的家，然后再接受五个居士的供养。那后来他慢慢告诉他的家人供养三宝是最好的，不报最好，有功德的这个部分后来因为这个西佛的关系他的婆母都后来就变成皈佛的皈三宝的佛教徒。从此以后呢，他的家那边别墅那边每天都供养供养佛陀的僧众，还有供养一般的老百姓，每天都的布施，还有这个建立一些金石佛塔供养给僧团使用。每年都接山去接属的时候，也准备了很多袈裟供养僧团。不是只有布施供养而已，后来他也开始过自节的生活，所以他病日守五节夜延日都会守八节天天都会听闻佛法，还有修慈爱的这个色无两心的长修他这样的一个人自己跟着家人越来越修行之后，这个五个居士变成是一个佛教界一位很有名的也是所有在家居士当中很认真的修行的一个居士。那他多么的变成大家都在乎的一个人。有时候佛陀跟他的弟子们跟其他的在家居士讲经说法的时候，每次都提醒大家把五个居士当成修行的偶像，
修行的模式啊，比如说佛陀对比丘僧团说明修行的方法，然后跟大家说，你们啊，诸位比丘，你们天天要好好的用心的修行，好像舍利弗尊者一样，摩犍连尊者一样，多多接近这个舍利弗尊者。那对比丘尼啊说法的时候，也是会建议说啊，像乌波勒丸呐、比丘尼啊，这个叫做我们莲花比丘尼，还有这个啊耶稣多罗比丘尼啊，像他们一样的修行。那讲到这个宅家居士的时候，对优婆塞男生的居士，对他们讲经说法啊，说明修行的方法，告诉大家，你们一边过宅家的生活，一边要好好用心的修行，像五个居士一样啊。所以后来吉那教的教主也是啊，一方面自己啊有一点很害羞的感觉，也是有时候有不高兴的感觉，因为五个就是原本他们的一个最好的在家施主，在家伺候的人，后来就改变宗教，就相信佛陀。又一天，虽然已经这个五个居士已经很久学佛修行了，但是他还没见过佛陀、因为佛陀大部分是住在舍卫城啊，那五个居士他住在离那边很远的地方。那好像现在的印度孟买啊，这个方向的西边。又一天他啊准备大公僧邀请比丘啊，还有邀请佛陀。后来因为佛陀的第一个啊，所有的宅家居士当中第一个宅家居士孤独长者，所以佛陀跟僧团那边什么事情都啊，孤独长者几乎都会知道啊。那后来孤独长者听他的女儿说、他的女儿就是五个居士的媳妇，他说某某天佛陀跟五百位阿罗汉弟子要往他那边去应供。那这个孤独长者听了这个消息以后有一点点很惊讶，佛陀怎么会为了五个居士的供养啊，为了啊比较简单的说，为了一顿饭为什么去那么远的地方啊？那时候他去他听一下什么原因，就后来发现了，因为这个五个居士放弃耆那教，皈依三宝，啊，变成是一个佛陀的宅家弟子，用心的来
这个修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他已经得了生果啊，他真的生果了。所以这个五个居士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的个性、道德的行为、修行的行为，所以佛陀言语，不管是路多远，要去他那边接受他的供养。啊，那后来这个这样的原因，这个理由被啊孤独长者听到了以后，觉得啊，不过即使变成那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那个时候佛陀啊跟着大旁边的比丘啊在家居士说这个寄送啊，三者就是好好修行的三人，心里善良的人，入法生活的人，不管是住在多远的地方，人人都可以看得到。什么样的看得到？好像在印度，所有的山当中，喜马拉雅山就是最高的。所以印度，你从哪一个方向来看的话，超越所有的山顶，你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超越所有的人民，佛陀能够看到那么修行好的、心理善良的商人。用这个这样的一个啊，结识当家佛陀言语，寄到五个居士的家里接受印供。那我们看这个寄送啊，里头讲的是什么？独立三多八嘎神地啊，独立就是耀眼，三多就是三者啊，就是先者意思啊，先三者三人好人，不卡先的明示还是表现啊，很明显。提摩完读，我巴不读，好像我就是好像如，提摩完读就是喜马拉雅，啊，喜马拉雅。那这个喜马拉雅每一次都被啊这个鹰还是雪开起来的。啊，所以很多人喜马拉雅喜马喜马那个喜马就是啊那个雪，冬天的时候下来的这个雪啊，白色的喜马啊，因为山顶都是每一次都被啊这个雪开起来，所以这个山叫做喜马晚度啊，喜马就是雪，巴布多就是山。阿山也得呢，第三地啊。那这边有山多，就是山者，这边是阿山的啊，阿山的，就是不山人。啊，为善者，一的啊，这个地方啊，如实，那不会，
第三地被解、啊、没有豪人的个性，没有道德行为的人，是就在这个地方已经高精进境、啊、他在你的身边，他跟你住在跟你一样的社区，但是怎么样，没有被解，不会看得到。那这个就是啊一个啊理论。那什么样被看不到呢？Ratim kita yata sara， 好像这个什么样 ？sara 就是剑 ，ratim 就是晚上，啊 ，kita 抛弃还是色？完善社主机的钱一样、啊、那这个钱也是在你射出去以后就怎么样，一定会到你能看得到的地方，就是不会出到很远的地方啊，打猎的人都知道，他们去这个打猎的时候，看到动物，野生动物，他们会慢慢的靠近，因为他知道他失足机的这个钱不会，去到比较远，啊，尤其是这个人什么时候？射出这个钱呢，晚上啊，那就更看不到、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喻，好像远远的喜马拉雅山你可以看得到，但是晚上的时候离你不远的地方已经被抛弃的，被石柱机的钱你看不到。好，那这个就是两种人的、一个祖先的一个特色，三者。那这个佛教里都讲的善人、好人、贤人、圣人、啊、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啊、我刚刚讲的名字有几个名字都是一样、哦、都是一样，都是善人，但是他们的道德、啊、行为当然、啊、会有一些多跟少的差别。不过一个人辩证是一个善人，他必须要基本上的一个、做法，基本的一个特色、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断恶行善的部分、啊、那为什么我们教他善人呢？因为是他修善、啊、那这个巴利文的三多、啊、他的字根原本的意思来讲的话什么样，三多就是很平静的，他的平静什么，他的个性很平静的，
一个人的个性，一个人的行为，就是身口意的行为，变成是平行的。那用什么标准来说明他的行为是平行，他的行为是不平行？那当然就是这个道德啊，道德德性。我们讲这个道德，就是我们在这个韩愈佛教，还有这个即那个道教他们都是共用的一个一个名字，是道德但是我们原本佛教的来讲的话，比较适合就是德性，德。因为这个德呢，跟我们讲的希腊有接近，希腊就是戒，受戒，戒，戒定慧的戒。所以直接者人的个性是德性，有德。那这个神口仪都是变成有德，那表示什么？他的个性里都没有这个恶，不善。那这个商人，巴利文还有很多名字来讲啊，萨布里斯。那萨布里斯有时候翻译是真人啊，真人就是真实、真实的真啊，真觉的真人。还有有时候讲现人。萨布里斯，那他的相反呢？阿萨布里斯，不成人，不成者，不贤者，未贤者，阿萨布里斯。所以有很多经文，你都会说明，这个善人跟不善人的个性。如果大家有读过这个我们去年办的这个萨摩地的会干哦，这里都有一个文章，伤人不伤人的分别用什么标准来说明我相信大家都没看过这个回去去看就知道这个商人是什么样的人，不商人的什么样的人那这个主要的部分呢，他的身口意聘请的一个人眼里不好的行为，眼里恶的时候那他的行为都是变成是非常平行的，所以叫做三多。还有这可以说三多是性平安、性平清、神平安他的内心是非常的平静的。平静的内心的平静是意思什么？妄想不多，所以不会乱想。
不会乱想的话呢，他不会乱说话。乱说是什么？妄语、恶口、句语、两舌。这个就是乱说话，因为他的内心是贫穷，所以他的身体的行为，我们一般人都想有违意，他有违意，他的行为是非常端正。我们有一句话，端正可爱啊。那端正因为是端正，所以变成可爱的，非常的很有礼貌，很有威仪，对长辈非常的客气尊敬，对长辈尊敬，对同事同一年龄的人有客气啊，对下辈有可爱，这个就是因为你的身体、你的行为、内心有贫穷，才会有这么的一个威仪的行为。啊，这个也是这个闪躲的意思啊。所以他们远远多就可以看到的，有别的地方这种商人用贪想来比喻，贪想你藏在哪里、什么地方，你都可以问起来，都会问到。你不用刻意去问，自然而然会问到，被问到。所以你看到某个人，他是一个善人，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善人，旁边的人不用确实，你感觉到，你感得出来。我们现在的很多商人怎么样？旁边的人要先介绍，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看不出来。他真的是一个商人，但是看不出来，那就有一点点问题。要多多研究一下什么原因。研究研究的时候发现了什么原因？因为他们都是口头上的商人，表演的商人，在人家面前他表演，内心不是完全的。所以这种狡猾个性的人，他的嘴巴讲是一个，表现出来是另外一个。但是佛教里都讲的这个善者，这个善多，他并不是这种人，他的内心跟口型身形都是一样，心里面想就是说出来，心里面想的脸上会出现。这种人不容易骗人，他没办法骗人，骗人的话马上会被发现。有些人对这种人说说，你太单纯了啊，你太单纯了，所以很容易被别人骗。所以像这种社会环境啊，一直都不会让一个人当一个好人，当一个善者
都会有很多的障碍。但是三者还有一种，不是只有道德行为，还有什么？还有智慧。所以他知道他生活的地区、生活的社区、生活的地方，他身边的人，一是不让他当好人，当一个单纯的人，但是他不会放弃，不会退步，他会多多利用他的头脑、他的智慧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不在乎别人的意见。好的意见当然会接受，坏的意见、没有意义的意见，他根本就不在乎。所以这种人到处都会看到。你看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故事里面的五个居士，他开始信佛了以后，天天在家里布施。虽然布施，但是呢，他每一次都被某些人批评，某些人骂他，什么样的人？原来相信缉拿教的那些人。你原本是属于我们的团体，你原本是就是信缉拿教主的这个理论修他的德行，那现在你开始抛弃他，皈依佛陀。但是五哥其实有智慧，因为他是个善徒，但什么一般民不在乎他们讲的这个责难，这些批评。另外一边，他是布施的地方有很多位置留给缉拿教主、缉拿教的修行者。他说什么？四方来的人都可以接受我的食物的供养，时间到了，到的时候谁来，每个人都有吃的。这个就是他的用智慧来面对别人的批评跟责难。所以真正的善者、真正的善徒，因为你身边的人责难你，身边的人批评你、笑你，就不会抛弃你原本开始修善的行为修善的行为。所以他能够怎么样？一直勇敢的面对，保持他原本的决心，天天修善，之后能够得到生果，变成什么样？所有的善种，像喜马拉雅山一样的一个又大又高又重一个人物，所有的人当中他非常的明显。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上个礼拜讨论那个故事里面也讲就是修善的人、做布施的人去哪里都被人家尊敬，被人家欢迎。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不管是哪一种原因的关系，某个人变成是很有名，这个就是因缘。什么因缘呢？这就是他累积修戒律的、受戒的修德行的、修养的过报。所以不了解这个因果的道理的人，看到那个人
一点比一点变成很有名，他们想帮帮他的名声破坏，八大端想要端绝他的歪眼人眼。你发现了你旁边的人的人眼比你好多，千万不要嫉妒他，千万不要自难他，这个就是拿他的见识受戒啊，受戒直接的过跑啊，名声。看到这种人的时候啊，最好你也要不是开始跟人家结缘，你要开始一样积极受戒直接。跟他一样做他的，得到这个名声的因缘。我们很多人现在看到别人的人缘很好的时候，这个人也做什么？赶快用不同的方法来戒缘，跟人家戒缘，邀请吃饭啊，邀请参加活动啊，怎么怎么？这个就是刻意的去。把你自己的名声要提上来，这种人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什么？逃了一半，失败了，因为他自己也发现很累，每次都要这样子跟人家互动，很累，就跑起了。所以要知道，你看到所看到的那个人的人缘那么好，并不是像你一样那么辛苦的送东西接。赏眼而得到的，这个就是他的见面做的受戒啊，过一个道德行为的人生命的过报。那你也想要你的名声好的话，那你应该有什么样？不是印名片给人家啊，并不是你的这个电话号码报上这个。网络上你应该要什么？从今天开始病日受无戒啊，夜炎日受八戒，过一个受戒的生活，远离杀生，远离夺塔，远离邪淫，远离妄语，远离喝酒啊，远离这个很多的做不该做的行为啊，这个就是你的道德，那样的过薄就会人人都开始注意到你哦，注意到你啊！你不像人缘，你不像这个样的话呢，就这个你不用去在乎啊，不用去做，也不用去瞧不起别人的名声好，也不用批评他，也不要嫉妒他哦，就是你做你的部分。那这个。不善者阿三多，就是完全没有那种道德的人，所以他们呢，跟你生活在一起也是不一定被看见啊，不一定你能够看到他。那我讲讲的时候，大家心里会想说，现在。为善者看得比较清楚啊，善者看得比较不清楚啊，看不到的，那是当然了。有很多种类的草的地上有稻米一颗，你当然看不到，草很多啊。现在我们的生活就是那种草地上啊，现在的社会他们都是相信，不是相信道德啊，不是注意道德行为识别行为啊，他们都什么不管用什么方法来
能够达到你的目标，你的生活上的目的，公司的目标，公司的目的，啊，公司的使命你能够完成的话，你是一个明显的人，啊，你是一个明显，所以大家都这个方面不在乎的啊，这个方面不在乎的，我在乎你的钱。我不在乎你用什么方法来赚钱，现在的人这样子，所以你有钱的话，你可以把旁边的所有的岛民干掉。现在怎么样？岛点都是变成空场地，岛点变成都是开房子的地，弄地都是变成买车的地。为什么？这个就是先塞死回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生活这样的活下去也是有因缘法，有一天结束了以后，不相信来世的话呢就没办法，但是相信来世的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啊，这个有等到什么时候可以发亮，里面的有结束为止。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可能你会觉得他是发亮发财的，但是这些都是等到什么时候他的布包也好，行业的环境也好，思维的时间也好，还是目前的称呼的协助啊，某某些人的帮忙，这些都不会永恒的留在这个世界，所以是都会改变。改变的话呢，像右灯里面的又结束了一样，灯必须要被熄灭。但是他熄灭了以后，是他的生命结束了以后，来世呢他根本就不相信啊，就但是你不相信不会不来，还是会来，也不是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你能够一辈子都保持这种商人的心怀，所以你这一辈子也过得快乐平安，来世也是啊，快乐平安啊。我们见面这个讨论过啊，修善的人今世也快乐，来世也快乐啊，两边都是快乐。做恶业的人呢，今世也痛苦，来世也痛苦，两边都是痛苦啊，那个道理啊。那按照这个技术来说，修禅的人不管是他住在多远，像喜马拉雅山一样都看得到啊。不善人呢，他们好像晚上爬士出去的铅一样，虽然在你身边看不到的啊，这样的一个啊环境下。另外一个呢，商人看到也是跟他一样的商人才看得到，恶人也是一样啊，商人能够看到恶人，但是恶人不会看到商人。商人可以看到恶人，也可以看到商人。为什么？因为善人有道德，所以他看到没有道德的人，恶人。善人有智慧，所以他能够看到他是恶人，他是没有道德行为的恶人。但是恶人呢，他没有道德的行为，
所以他看不到善人。不过他有作恶的智慧、常识，所以他能够看到跟他一样的恶人。善人骗不了恶人，恶人骗得了善人。善人本来就不想骗善人，恶人一直想骗恶人，但是恶人互相骗不了，因为他们两个都知道他们厉害什么地方。所以善人恶人的这个部分，我们社会上中啊常常都会啊遇到的。那整个基础来说，善名妖言犯，明显入邪善，恶则如夜蛇，虽近不能见。所以很多人，哦，被伤害到，有时人会受伤，遇到困难，遇到生命的危险，研究研究干什么原因？大部分都是那个人被旁边的人伤害的。所以有一句话，你要小心的话，不要小心你的谣言生活的敌人。你要小心的话，要小心你旁边的朋友，旁边的人，应该说旁边的人，这个不是我讲的。还有另外一个譬喻说，去打猎的人，他会用他的弓跟箭瞄准遥远的夜路，他弓也好，枪也好，他会用枪来瞄准远远的夜路，但是呢，他突然还没试自己的箭，突然失掉了。他什么失掉？他被旁边的蛇毒蛇咬了，所以应该要杀掉的话，那个耶路回来杀他才对的，因为刚刚他要杀那个远远的夜路，但是他被旁边的那个人那个毒蛇死掉了。这些都是给你们参考啊。旁边的都不是毒蛇啊，还是还有很多肚子啊，肚子一样的平静的人啊，善良的人，这个都要你用你的头脑，用你的常识，用你的智慧来观察啊，观察。但是佛陀的教法什么？你当然是这个也是观察你的啊，为了你的安全，因为你的生活是太忙碌，也是很多事情要做，多事，
所以有堕欲，因为堕欲，很多的欲望，很多的习惯，希望，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很忙，忙碌。很多事，很多疑问，生活然很杂乱，很复杂。复杂的生活上，那你应该要用这个智慧，就是要了解哪一些人是可以交往，那一些人是可以不要交往。吉祥经里面这第一个什么Asevana ca balanam panditanam ca sevana. Asevana ca balanam 不要接近 balanam 欲知不善人不善友 panditanam ca sevana 接近善友接近善知这个就是让你生活幸福的一件事佛陀有这样的讲，这个并不是用分别心来看人民，因为你现在的修行的阶段，你现在的修行的能力，你现在的修行的境界就是做这个而已。当然是你的修行的境界、修行的方法一点不一点比进步的话。达到最好的境界就是佛陀想要的境界怎么样有慈悲就没有敌人内心有充满了慈悲那你不会有敌意感什么人都好什么人都好那这个这样讲的时候你心灵会很多的想法出来那个怎么会有很多人就会被骗我啊打我那我怎么会把他当成是不敌人呢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想法因为你的心还没充满了慈悲还没充满了慈悲你还有很多从那些人那边得到还有很多从那些人那边不想得到想得到的原因就是因为的你的欲望多了不想得到的原因就是你的事情太多了所以真正的修养这个佛法的理论的时候每次都建议什么呀要变成少欲少舍生活简单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看下一个寄送305这个杂病里头的最后的提送度拒则调益自己那这个提送里头也强调单独生活那个单独生活就是我们一般人不太喜欢的生活方式也是不愿意接受单独生活的一定要一个人陪伴一定要一个帮侣在能够过得这个快乐那一般人的生活上他们的生活这都是家庭为主跟家人在一起的这种人比较喜欢热闹的安安静静的环境会让他们心里面害怕不安所以很多人不想生活单独的过但是佛陀告诉我们你想要好好的修行
之后你想要好好的把你内心的烦恼断绝的话，单独生活就是最好的。那这个这样的解释跟我们一般人的心理的想法是完全是相反。这个是完全是相对现代的社会来讲一种拧撞的，拧撞的，不是顺利的，拧撞的，不顺利的，不接受的。那这个佛教的修行佛教就是本来是怎么样？佛教本来是不是一个宗教？佛教是一个修行团体这个修行团体里头有一个道士引导的那他有一种规矩，就是那个戒律。另外，他们要必须要完成的一种理想，这个就是法的智慧。那这个团体里面，假如这个团体里面而联系这个部分的人，就是僧众、僧团。那这个佛陀就是这个团体的导师。律，戒律就是这个团体的规矩，法就是这个团体的理想，僧众就是这个团体的联系这个部分的人，修行的人。那这个僧团里头，看起来怎么样？很多人。很多人释放来的。那加入这个神团以后，佛陀建议要大家好好的互动，互相打招呼，互相尊敬，互相依赖。因为你加入这个僧团的时候，你保持原本的你的依靠，你原本的依靠就是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些统统离开、放弃。加入这个僧团以后，僧团里头的这个。整个修行人、出家人，都是一样，互相依靠、互相尊重，一起生活。要一起施用饮食，要一起因供供养、受供养，要施用。这个经世里面的所有的不动产家里的某一个人的家庭的家具，还是所有的奢用品，可能会个人使用的，可能这个家庭的人可以使用的，邻居不能用。但是比丘僧团里头的东西。都是释放来的，也是给使用释放来的人，没有个人的概念，都是公用的东西事物。所以佛陀也是赞叹这个断绝，大家在一起的，同时告诉大家，
过谈独生活，为什么？为了生活方便，你加入这个团体，跟团体的人在一起，互相尊重，互相打招呼，互相依赖。但是你修行的时候什么样？单独。单独。所以朝气佛教里头没有这个公修。公修现在的公修就是什么样？这是一个热门的很有名的大家都喜欢的一个方法，大家一起来一起修行。但是最早期就是什么呀？个人修行，没有公修，个人修行，自修，单独自修。佛陀还建议说你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生活上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做，不用说话，保持默然，那个时候团体里面有有些普通的僧侣负责某个事情，一位比丘来负责，其他的比丘们是给他们需要的要加上，就是就让他送给一个一个加上那生病了就给药就有这样的负责负责的人并不是那个时候你要谈度的那个时候会互相的帮忙。但是你修行的时候怎么样？要以谈度一个人的修行。为什么？修行是个人的。修行是个人，这个不修行不是大家的。为什么要单独一个人修行呢？因为佛陀教我们要断自己的烦恼，所以要你单独一个人修行。他没有告诉我们你要帮助众生断他们的烦恼，太可惜了。现在很多人一直想要帮助别人断绝他们的烦恼，自己的烦恼太多了，这个都不在乎了，还关心别人家里的烦恼这个小说菩萨心别人的烦恼也看待自己的烦恼，我绝对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谈吐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另外一个还有什么？不是只有烦恼，还有佛教一句话什么？个人的业要个人了那这样的话怎么样？也是要谈吐修行。但是现在很多人一直想要办解决别人的业力，这些东西都是给大家参考不用相信我讲的，也不用你一直要做我讲的这个，你自己参考。谈吐生活的重要性。那这个是什么时候？修行的时候谈吐的。那你生活方面呢？大家必须要互相帮忙。你生活方面你不能单独一个人，这个就是太私心了。你有吃的要跟大家分享，你有喝的要跟大家分享，你有住的住宿要跟大家分享，
你有医药跟大家分享，看到病人要帮助他，去救他，帮忙他。看到病人的时候，并不是去想办法把他的业力改变，不是，你要去帮他看病、吃药、照顾他。那这个贪渡者啊，贪渡生活的人，他的主要的动作是什么？主要的修行是什么？调理自己，修养自己。跟很多人在一起，不能修养自己的。这样的话很辛苦，做不到。好，那我们看这个巴利文的意思：一卡什南，一个塞央，单独坐，单独卧。一般人可以单独坐，但是不想单独卧。陶罗晚上害怕还有很多很多原因来会一直想、啊、不想过这种生活，单独做可以。那这个一卡什南，一个谁央，一卡什南文章，这三个还要加上一个这边没有啊，没有讲。这个就是主家生活的最基本的要求，对主家人的要求。又一次这个马哈国地的国地的比丘阿罗汉，很有智慧的。他有一段时间生活在离阎浮提，就是像阎浮提，就是我们的这个佛教的八圣地的那个那一块，啊，离阎浮提很远的地方，也是印度西边这边，那边的。知道佛法的人也是很少，比丘也很少。后来有一位啊，有几个学佛修行的人，有一个在家居士教说那男的，他常常会去供养这个国地的阿罗汉，跟他学法。跟他学法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索那丹的居士向国地的阿罗汉尊者说：“我听你讲的法，我开始修你说的法，后来发现，在家里跟着大家一起生活。”真的不方便这样的修行，所以我想要住家。然后马哈国地的比丘问说：“如果你愿意单独坐、单独卧，一点是一丝，可以住家。”那个时候呢，其实听到了第一次的时候，好像不想，那个想本来想要出家的心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单独做，单独我一点吃一次，
这个就是跛脚的出家生活的第一个要求。要求。那原因是什么？因为出家的帕利文教授名是阿比尼克曼的阿比尼克，那就是离开以往的生活，离开以往的生活。那离开以往的生活在家居士享受以往的生活当中，他的生活有四种奢侈：行、坐、站、卧。这四种奢侈当中，享受观娱乐，享受看光娱乐的时候，大部分的都是什么？坐跟卧。行跟站，为了得到以往而行，为了得到以往而站立。满足欲望而长的坐跟卧正在享受欲望，了解吗？还是不懂？我们的生活上有四种狮子，心是什么？着陆。站是什么？站立。我们也是想要找一个东西都怎么样，要走路，你每天都上班要走路，那都是什么？为了去找想要的啊，想要的都是你的欲望啊，你是想要找你的欲望，满足欲望，所以你要行，看到了东西马上停下来，这个是站。那这个以后呢，你得到了这个以往你想要的东西，坐下来享受，卧下来享受，所以寻找以往跟享受以往是两个都是差不多，不过还是有差别。比较严重，这两个比较的话，比较严重的部分，享受娱乐，欲望的娱乐的时候，所以享受欲望的娱乐就是坐跟卧。所以你要为了断绝你的烦恼，为了解决你的业力过饱，为了离开生死轮回，那你必须要离开这种看光娱乐的生活，享受娱乐的生活，所以特别的叫做什么？一卡斯南坦度坐，一卡斯南坦度卧。所以佛教修行人的主要的生活，重要的一个戒律上说，这怎么样？不能结婚啊，谈多生活，谈我生活，这个谈度谈我生活，戒律上说有一条戒律讲说 Abrahmacharya Vera Mani Sikha Padan Samadhyā， 你收八戒的时候会念，你念你受五戒的时候，
你会收啊，这个第三条戒律。Kami sumicchacara vedamani sikkhapada， 严厉使用，尊重欲望。还是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翻译出来说，远离邪淫。那这个它的范围啊，还有一点变少了啊。你可以过你的在家生活，虽然是受这个第三条戒律，你还是可以过在家结婚的生活。但是你收了八戒的时候念的 Abrahmacharya Veraman， 啊，我严灵非方心生活啊 ，Brahmachari 啊，就是方心生活。那方心生活是什么？完全离开以往的生活啊，完全离开啊男女关系的生活。所以受那一条戒律的时候，也是包含了这个 ekasana ekasaya， 单独做单独我啊，这样的一个啊生活。那佛陀也是有一个地方啊，告诉我们啊，对在家，无论不管是在家居士还是出家人，如果没有什么人可以教完，你可以想。生命里头的这个啊，卡格维斯呢？卡格维斯呢，就是生命里都有一个动物啊，这个中文讲什么我忘记了，它是像啊。大象不会像那么大象那么高，但是身体很大，但是它的那个啊，还有它的那个鼻子上面有一个角，应该什么？它一个有一个很大的对角，犀牛啊。那好了，我们讲解的是犀牛啊，那红牛有两个嘛，那犀牛就是一个，它的鼻子那边才会有这个，它的科是什么？特色？它是一个人生活的，它不会跟其他的，像它一样的动物，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大象就是一群哦，大象啊，夜鹭一群，所以很少他们单独。所以佛陀也是想，如果你没有一个啊适合的人，那就你可以像犀牛一样过单独的生活。那单独生活的啊。有很多好处，很多好处。Eko charam atandito， 还不是只有单独做单独卧，还有什么呀？单独心，一个人的啊 ，atandito。
那这句话也是很重要。我们有些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下，也是一样单独，喜欢单独一个人生活，所以会在社区上自己买房子，自己住一个房子来一个人住。但是这种人什么样？全态，非常的懈怠、懒惰，连吃饭的时间到了都不想出门，叫人家外面送过来。送过来的时候也懒得开门，叫他放在门外。所以佛陀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加上去这个也，你要单独做，单独我，单独行，但是不能全台。即使你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一样会懒惰的感觉，多懒啊，会感觉很不想做的。但是你因为跟大家在一起配合大家，所以你不能懒惰的啊。那有时候你会感觉到无聊，闷闷不乐，所以这个时候你跟大家在一起找一个人聊天，看电视、玩手机、玩电动、看报纸、看书。那这个就是这样子，但是你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也是很容易无聊、闷闷不乐啊，很容易这个懈怠，没有固定的睡觉的时间。你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睡觉八个小时，开始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开始睡觉23个小时，那种单独生活，佛陀不赞叹。那种单独生活，我们对什么人都是不适合的，不适合的。单独一个人的生活，佛陀赞叹。建议大家的做原因什么？因为你的时间会变多的，你的时间变少了，很有机会多多关心自己。为什么？你一个人呢？你跟人打架，打架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大部分的时间关心别人。时间比较少关心自己。如果你自己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家具，很多奢用品，那这个也是不算是单独生活。为什么？虽然你没有人可以关心，你关心不了人家，也没有人。从此以后，你开始关心电视台，关心家具，关心手机，关心其他的东西。就是你也不会这个关心你个人的行为。佛陀一直羡慕单独一个人的生活的目的目标是什么？给我们给自己时间，多多关心自己的生活与的行为。那这个我针对谁讲？针对真正的想要学佛修行的人讲啊。那你其他的原因下，你单独一个人生活，你当然是可以你想要的过的生活。但是我们现在讲单独的调理自己的生活方式，
那下一段里下一个说 ，Eko Dhamyam Atanam， 啊，单独一个人要不能这个倦怠，不能懒惰，那要怎么样？调一支气。佛陀一直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一个人啊，生活。单独做、单独卧、单独行，都是为了什么？调一支气。这个时候要多多观察，让你生气的原因。要怕脾气那边调整。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不容易有嫉妒心，同时你要观察让你嫉妒的啊心啊生气嫉妒心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单独的生活的时候要多多修思无良心，这样的话你可以培养慈爱慈悲学习舍弃。如果是你是倦怠懒惰的话，没有慈爱就有敌意，没有慈悲就有伤害，有伤害性。所以没有修学习，所以你会有嫉妒，因为你没有修舍弃，所以你会很多贪心执着心。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虽然你身边没有什么，但是你的心中没有好好的修养的话，第一啊，这个第一心、伤害心、嫉妒心、贪欲心，统统会生气，容易生气。这个单独生活上，连狗毛都不能在身边。所以我们比丘的规矩上说，你一个人在森林里头，一个人修行的时候，你不能喂鸟、喂松鼠、喂猴子、啊、喂野生动物。为什么？你开始喂的时候，他们慢慢接近你、靠近你，从此以后你没时间，有时间跟他们玩啊。那这样的话呢，不如在家吧，不如回家啊。所以连狗毛都不行。那下一个呢，瓦纳德拉米多夏，还要什么样？瓦纳德林边啊，森林啊，森林里头，森林这样的人，对这样的人来说，森林就是一个喜乐区。这个就是真正的喜乐界。喜乐世界不是极乐世界，喜乐世界。意思说，虽然你生活在一个像森林一样
的一个地方。如果你的内心中有挑意，有培养识别事实的话，生灵也变成喜乐世界。他的想法也是一样，你真的生活在极乐世界，但是你的内心里都有地感、伤害心、嫉妒心、贪嗔痴心，所以虽然在极乐世界，但是想生活在一个复杂的像生灵一样的体躯。不过这个地方讲的生灵变成喜乐世界、喜乐趣，为什么你想要谈独坐、谈独卧、谈独性、谈独修行，最适合的地方就是生灵，最适合的地方就是圣灵。那现在的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啊，有些人某些人说啊，佛陀虽然将要去圣灵生活，但是我们现在的啊生活方法上说没办法去圣灵里头生活，所以在家里也可以啊，在啊真实里面找一个地方啊，这样可以一个人生活啊。那这个讲的这是看起来听起来又蛮有道理，但是真正的实践、真正的实用的时候，我都希望大家都要一个心态，什么要保持对自己老实心啊，不是辨认的心，老实心。你讲的很容易，但是你现在的生活方法啊，生活方式当中啊，什么样的局啊，做这种变成这样子啊。但是你对这个谈度生活你有兴趣，你喜欢，你想要好好的学习的这个佛法，好好的修行的话，好好的修养的话啊，最好的生活方式。那这个想针对在家居士的要求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苛的啊，你们像公爵一样的啊，所以一样过在家的生活啊，有时间啊，有时间就可以修，这个是针对住家修行的，所以多多让住家修行的人谈度修行，不要破坏到他们的谈度，客人的生活。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心没有想对这个针对这个单独生活不会有喜乐的阴影啊？这个就是好多好多事打扰到人家的单独生活。想到单独生活就是心里害怕啊。接近上者时啊，接近上者时就是告诉你如何调一自己，修养自己啊。那你找不到一个三者时，那你谈度的生活，那在家居士的谈度生活是什么样的真度，佛陀希望什么样的真度，这个就是吉祥经里面讲的
asevana ca balanam panditanam ca sevana yeng li jiao e you jie jing san zhi shi。 这个就是在家居士要过的单独生活。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亲戚朋友也是有这种个性的话，那就保持距离，打扰到你的培养道德的生活。在另外一部经里头，佛陀告诉我们，一个人真正的过一个单独的生活，但是他的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傲慢心、嫉妒心，天天都会有哀别离苦、最怨恨的苦、救不得苦。这种人虽然生活在森林里，一个人森林里多的生活，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过单独生活。一个人跟大家一起生活，很热闹地方的生活，跟家人一起生活，跟团体神团里面的个其他的僧侣一起生活，但是他的心里面没有贪嗔痴，没有憎恨心，没有嫉妒心，没有遗忘心，常常不会说哀别离苦，常常不会说会憎言恨的人在一起的痛苦，常常不会受求不得苦。虽然他跟他家在一起，但是他的真正的单独一个人生活。所以你的无论是在家出家，你生活在一个社区，生活在一个热闹的地方，但是你的内心你可以自己好好的交易的话，没有受到外面以往的事情打扰，那祝你真的一个单独做单独我。所以这个佛教里都讲的这个道理非常的圆满，佛教没有接受表面表演的人，你是表面上的贪图，内心充满了嫉妒心、欲望心。没有，这意思说你没有自己修养好，自己没有修养好，你真的一个人生活也是不是单独生活。你自己心里修养好，虽然你跟大家一起生活，你是真正的一个单独生活的人。所以佛法佛教里头的修行怎么样，不是只有说得到，也要做得到。还有很多学员的人爱贪赌，很贫穷的人做得到不说到。很多人怎么样，说得到不做到。真正的薄底是什么，说的不多做的多，好像淹满水的泥土锅子一样，满了一半的水，锅子很容易生硬。很多人摇来摇去的声音大的，满满的话声音不多。所以真正的做得到，
真正的修养的人，真正的调意的人，调意自己的人，真的平静，真的安静，他们不会，他们不愿意接触热闹的生活，看到这种人不要笑，看到这种人不要打扰，看到这种人不用嫉妒，多多伺候，多多顾虑，多多帮助，为什么？因为你少了这一颗，你少了这一片，你的内心的想法当中都没有这一颗，这个就是我们要跟他学习的一个副本那整个基础来说，度作以独，度性而不倦，必助自愈，自屌虚了于临终。那一般人不喜欢生灵，生灵会让人家害怕不安，生活很多不方便现在的人不用到森林那边去，去到一个乡下的地方的时候也是怎么样，感觉害怕，生活很多不方便，所以乡下的人都是移民过来，一同搬家到都市真实里面，真实里面会，真实里面的人都会搬家到乡下地方，买一个别墅蜗居度假那这个就是一个享受生活的方式真正的喜欢安静单独的生活的人，对他来说什么样，生灵就是喜乐世界，生灵他喜欢上生灵安静的生活，不喜欢热闹的生活热闹的生活，热闹的环境会让他很多不方便，好像喜欢人热闹的人祈祷生灵，像森林一样安静的地方，这种环境会让他很多不方便一样的意思。但是依佛陀的标准来讲，真正的你想要调成自己就是修行修养自己，那你必须要你的生活谈度，那谈度的生活斋戒居士，我刚刚讲要达到的表中是《吉祥经》里面说这个应力尔人接近三智时，除了这个还有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样，变成少衣少食，你的生命当中有这四种法，什么四种法？应力尔人不接近尔人，接近三者时，变成少食，变成少衣，你的生命当中有这十种法，算是你也谈住做单独个人的生活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这你说这个地方独坐独坐独卧对这个独卧跟这个雕玉你们自己讲然后师父那个心
犀牛真的是单独生活的动物。对。现在的人都是不是喜欢犀牛就是吹牛而已。会下因以此功德增长福以慧，因以此福德饶矣，因以此智慧见法得涅，因以此功德增长福以慧，愿以舍福德饶以修行，愿以此智慧见法得涅，愿以此功德增长不已慧，愿以此福德饶以修行，愿以此智慧见法得涅。萨埵萨埵萨埵。